我今天就正式，要不我站这里好突兀、哦。行，快点，说，我先来，我先来。嗯，好，说。行。Hello， 亮姐们。我跟你说。好尴尬、啊。可以省掉最后一个字，来再来一次。Hello， 亮姐，我们是风云榜。没有没有，开玩笑，我觉得大家进来有点震撼的，我觉得确实是，好，那这样吧，我们换一个角色，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不好意思，稍等一下，谢谢。好好，说帅，你们先来。那你好，我是风云榜的帅帅。在这里。快。你好，我是风云榜的帅帅。你好，我是吴倩。我是一帆。你好，我是广博。你好，我是叫小五。海洋。大家好，我叫张靓颖。一次性有一点那个短路，但是听说你们要有演唱会，我先祝你们演唱会成功。谢谢。那可以问吗？好，今天是你的主持，对不起。对，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张靓颖，就是。这次来参加这个动漫节，那你小时候一定有很喜欢的卡通或动漫，有没有回忆一下？八仙子、一休哥、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还有哆啦 A 梦，还有那个孙悟空、黑猫警长，反正蛮多的，还有一个不会说。就是那个动画片是没有语言的，一只米鼠那个。鼹鼠，对不起，鼹鼠，它叫鼹鼠。哇，如数家珍，那你看了这么多动画片，那你以前有没有演唱过这些动画片的经历？哦，我之前有唱一个动画片，但是它还没有上映，叫动物狂欢节，那个歌叫行云流水，但现在还没出来。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亮亮姐有。在奥福娃奥运漫游记里面有配音的，对不起，我给忘了。那你在里面是给哪一个福娃配音？莹莹，因为刚好跟我的影部可能有谐音吧，然后是一只藏羚羊，就是橙色的那一只、那一个。那你能现场再模仿一下他的声音？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太多的意思，那个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还是希望大家一听出，反正导演说希望能听一听，就是还是这个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所以这个没有太多好玩的东西，这样我自己来，不好意思，我不大喜欢别人这样，我可以说一点别的吗？好吧，好。妈妈，你回来了，我要吃心点。谢谢。那亮亮姐这次有演唱这次动漫节的主题曲《之环岛》啊，那你对这首《之环岛》之环岛，他一定要告诉我那个东西。没关系，我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之前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给了这一个字不同的发音。哦，那你对这首歌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或者感觉吗？当演唱了的时候，我觉得根据词大概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飘渺、蛮悠扬的旋律，给人的感觉应该就是两个字：舒服。就感觉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整体的感觉都非常舒服。那好，那我们祝亮亮姐一会儿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演出。谢谢。OK 吗？行，好。起来吗？对对，你继续啊。接下来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那专辑会和我的演唱会同时推出，在12月份6号和13号北京和上海，所以到时候也会有全新的音乐跟大家见面。那就是说你除了就是专辑之外，你在就是其他的方面有没有想有过什么多期的方面的发展？我一期就够了。这作为旱鸭子来讲的话，还是多适应，先把陆地生活做好再说。那就是说，就是刚才你也就是说了很多关于动漫的那个嘛，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说关于小时候看动漫的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记忆，比如说家里面或者是反对你啊，或者说你为了看某部那个和同学一块分享啊这样的经历。我的印象中早一点在幼儿园呢，就是和小朋友一起看，然后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曲折，因为老师都允许你看，那个点是正该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会要求说必须要做完作业才能看，所以偶尔就会发生那种要么就在学校里拼命的赶抄作业，要么就是先跟我妈说我今天作业已经做完了，然后看完了之后晚上等我妈睡觉的时候开始拼命的写。就是因为我觉得动画片对小孩应该是有超强的吸引力，就是也是每一个人童年来讲的话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部分的回忆，所以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个动漫偶像，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可能会喜欢什么流川枫之类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看篮球飞人，但是我不是喜欢这一种，我喜欢一休哥里面那个一休哥他的母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休哥他妈是最漂亮的女人。我能重新组织一下，一休哥的母亲是我当时觉得最漂亮的一个形象，在我心目当中就觉得特别的文静，很善良，说话很温柔，就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完美。那你自己有没有会说我想成为他那样的女人？我希望我的头发能长到他那么长。